为什么不敲门？我敲了，没听见，直到没敲。在我确定你有能力进我明霄部之前，先做我的助理。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听我的吩咐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早上我到了公司，必须先喝咖啡。你好，我要一杯低因焦糖玛奇朵脱脂白奶打成奶泡，半糖少冰，一定要加覆盆子酱，谢谢。温体杯。我有低血糖，每天都要喝蓝方圆的黑糖奶茶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十点半才开业。您能提前帮我做一份吗？我真的很着急。就一份，拜托你了，帮我做一份好不好？好吧，你稍微等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我马上买完了。 艾丽莎说让你给她的花浇水。好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乔伊这一次有点麻烦啊？你们想想，乔伊是巨蟹座，艾丽莎是天蝎座，巨蟹怎么可能斗得过天蝎啊？我有点不懂了，艾丽莎为什么要为难乔伊呢？我听说，艾丽莎是严总监的未婚妻。 他这次来公司就是来宣誓主权的。可是乔伊对他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啊。而且乔伊不是跟菲曼是一对吗？是吗？可是我明明看到乔伊和我偶像一起来公司啊。这样看的话，他们两个应该是一对吧？乔伊的情史那么丰富啊。但是菲曼可是双鱼座。 双鱼跟巨蟹多配啊！哎，那我们严总监是什么星座？冰座的呗。你等等，摩羯跟谁配？ 去吧，那行，那我们先去了啊。哎，薇薇，我们先去过去啊。
赵小一，进来一下。有事吗？坐。你今天的工作是什么？早上8点买花，9点买咖啡，11点买沙拉，下午2点拿衣服，3点半带猫去打疫苗。4点钟还要拿快递。我找你进来是给程勇美当保姆的吗？他是我顶头上司。我也是你上司，我让你跳楼你去吗？去啊，带你一块儿。我新买了一本书，给我读一下。你是小朋友嘛，还要人读书的。读。 从第1章开始。与国务大臣南爵瑞特利之书，勋爵军舰，实际尽力于民工所爱之事业。这什么书啊？接着念。 过来就跟我说，程永美那边没事。你中午吃什么？三明治。 你记得我们在英国一直爱去吃那家餐厅吗？开了三里屯了，要试试吗？可以。都别忙了，一起去吃饭吧，我请客。哦，哎，乔伊，你去吗？一起去吧，乔伊，你昨天就没跟我们一起去吃饭。 今天带了饭，今天就算了吧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去了啊。走吧，拜拜，乔伊。拜拜，走啦。
你觉得艾丽莎跟严总监更配得好吗？吃你的饭，快吃，赶快吃。你怎么没去啊？说什么呢？哥们是那种一顿饭就能收买的人吗？至少也得三顿。就是嘛，笑起来多好看呀！别一天愁眉苦脸的。我听说程优美和严默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对啊，我姐是程优美她干妈。她也是剑桥的。我听说啊，她的专业比默默还难考呢。其实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人之处，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。你就说我吧，小的时候我就老被一胖子欺负，那会儿在北京上学，他老欺负我，动不动就打我。后来我们去游戏厅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带他去游戏厅，我发现他连游戏都不会打，最后还是我帮他赢了100块。你们后来成为朋友了？那倒没有，后来我也长胖了，把他们都打趴下了。帮我玩会儿呗，我不会。我这泡菜真好吃。这我妈做的，你喜欢送你一罐。这辣椒上为什么还有眼儿啊？我妈说这样才入味儿。哇，好吃好吃。吃的差不多了吧？吃完回去干活了。心疼了，是。他那么金贵就待在家啊，出来工作干什么呀？你理智一点，不要把私人感情放到工作里。你好意思让我理智？他的事情你从来就没理智过。你在英国那2年怎么过的，只有我知道。